我昨天晚上睡觉，昨天礼拜六，他们卡拉 OK 可以唱得很晚，我仔细听，都唱得不好听。但是他们又唱得很大声，他都不知道他唱得不好听。但是祝他们快乐。这个时候你不能生气啊，你要想说，所有声音都转为 Om Mani Padme Hum，哇，大声一点这样。你不要批评，那个鬼哭鬼叫干嘛？你讲这种话以后，你声音很丑的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不要批评，那时候说愿他们的声音变佛号啊！如果每个人念佛都念这么大声，还得了啊？念到天亮还不睡觉啊？就像男人们打麻将，真的是像在念佛一样，咔啦咔啦咔啦咔，打到天亮，愿他们念佛成功。哎，但是你不能有负面的思想。修行最怕有负面的思想，因为佛陀讲了，你叫保护自己，保护众生。首先你要保护自己，不让自己生气，不让自己有负面的思想，不让自己有负面的行为语言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。释迦牟尼佛爱不爱我们？因为你不保护你自己，你就会痛苦，会轮回，佛陀就会掉眼泪。